不敢相信吧，我们现在人在非洲。这里有一个非常特殊专属于世界展望会的农法，是他们可以在两个雨季之内，从大家看到的大部分那种黄的干涸的土壤长成像绿树。像最大的那一棵树，他们是从2017年富裕这块土地到现在长得最大的一棵。富裕后的土壤跟还没有富裕之前的土壤摆在一起，真的是有非常惊人的对比。看到那个小男生带我走到那边那棵树嘛，然后那棵树上面就很多很像牙签的东西，结果他们真的用来当牙签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这个尖头比一般的牙签更尖，结果把它咬掉以后就比较钝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可以剔牙，可以了。他很酷哦，他外面是牙签，对不对？然后把牙签的外皮脱掉，里面就变牙刷了，蛮清香的。Very clean, very clean, very clean.